出街爆胎咯，小学赖屎咯，图书馆放屁咯，我冇做过鱼嘢喎，多年嚟都咁型喎，我时时刻刻都X紧噶喎，系啊，都X下噶喎。即系出去食饭之后，唔知行行下就棘到，跟住成条裤就烂咗咁样。好大个窿系依边咧，成个呢度咁样，好似旗袍咁开晒叉，笑咗佢咯，一路之后笑咗翻去咯，赶住翻去。唔知小一定小二啦，因为细个唔敢举手同老师讲，唔敢去喺厕所，跟住赖咗啦，跟住之后差唔多到小息，跟住个老师见到我喊晒咁样，跟住问我咩事，跟住我赖屎，我赖屎。图书馆放屁咯，有冇人知道啊？系隔篱个阿姨知道，识到佢咯，识咗佢，识咗佢，识咗佢，对唔住，又坐男厕咯。罗湖坊啲厕所好难认噶，佢系上三角同埋倒三角，咁我入错咗佢咯。入咗去之后，有好多男人背住我，即刻遮住咯，咪走咯。跟住出面有班男仔指住我嚟笑咯，嗌咗老师做妈咪咯，但系好多人都系咁噶。跟住佢话妈咪喺屋企，我见到 Miss 有讲。冇計啊！人生就係咁啦，都要面對。即係我，佢又會陪我，佢會陪翻佢咁樣，幾開心咯、啊。有啲咩唔開心嘅事講出嚟俾大家開心一下，事實避免唔到嘅，大家開心咪得咯。